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三星 WCG 2021中国昆山世界总决赛 CF 舞台的第二比赛的现场。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比赛对阵表分别是由德国对战于巴西，然后在稍后的14:30将是美国对阵于菲律宾，15:30俄罗斯对阵于中国台北，然后在18:00将是会与韩国对阵于中国台北。那这边的话是我们 CF 舞台的一个整体时间表，但是在稍后的13:00当中，我们会在 A 馆进行主舞台的一场中国对战日本的比赛。那这边的话可以说也是比较期待于整个中国对战于日本的这场比赛。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 A 组的一个小组竞赛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我们已经是经过了解，对，因为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积分表是中国是已经是4战4胜，那现在可能在打的一场比赛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他们现在是12分，而越南的话现在也是多打一轮已经是拿到了12分，对，基本上也是稳定了一个小组第二的。是的，所以说昨天巴西那一场也是非常可惜，因为如果说昨天巴西队是能够赢下日本队的话，他们的积分将是会达到10分，但是没有赢下，对，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遗憾是只能拿了7分。而加拿大的话也是和巴西同样是拿了7分，阿塞拜疆是拿了3分，那德国的话现在是并没有拿到一场胜利。那这边我们看到两支队伍已经是直接进入到游戏当中准备就绪，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这一场精彩的对抗之中。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三星 WCG 2021中国昆山世界总决赛 CF 项目小组在 A 组由巴西对战于德国。同样的情况下，这个是德国对战巴西，也是听不懂我们的语言的，所以是可以尽情的爆点说话。这边我们看到直接是作为保卫者这边进行了一个 A 带的引防，那这边我们看到似乎有侦查到。我们这边是看到是 A 连接，第一时间是应该是中路是拉了出来，是抢了一下 A 连接。然后是 A 连接漏了一下，看了一下 A 大什么情况。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是要感谢三星对于 WCG 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其他的合作伙伴。我们看到第一时间 A 连接这个人是非常的关键，可以看到 A 大到前点的情况，也是可以看到中路的 B 一些很多点的一些点位。这边是 B 点一个形成了一个交火，是中路这边是 B 岔道那边也是压了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应该是锁定了一个是 B 一的一个，看一下这个是。已经锁定了在 B1 了，这是非常确定的。对，也挺好。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边的话还是打得比较敢于顶防的。对，巴西队还是稍微是敢那么压前一点点，是找着人是拼了一下枪。因为从前昨天的风格中等，我看到巴西其实他们的风格就是比较喜欢于去前面摸牌，有点和越南是相同的一个情况。对，还是比较执着于说拉出来第一时间拼枪。你看 A 大远点的一个拼枪，直接是打掉对方。那这边的话发现是说顶出来 A 大是顶了2，然后中路应该也是 B 点跟中路也是一起是压了出来。那这边两局的话可以说德国是完全是被对方给打懵了，并没有想到连续两局对方实际上会顶防，没有跟你打太多的战术。哎，这个这边反应慢了，狙击枪的反应也慢了。可是他看到人第一时间是，如果是我想，如果是马德的话，一枪是顺掉了。这边还是反应了一下，而且是等对方落地之后。对，2-0，开局还是非常顺啊，巴西。对，其实这个时候德国队他应该去稍微做下调整，不应该在 A 大让对方这么一个非常舒服的去顶出来，可以用一些掩护的道具，或者说看到整个大地图那边 B 点的是。放了是前顶了，是点了两名选手，然后是 B1 是一个 A 点是只有一个，况且刚好这一把是 B 点这边是也是第一时间是形成了一个主力的交火点。对，但这边 A 点的话相对来说是会稍微的平稳一些。哎，这个再次是烟雾之中，是在烟雾之中打掉了，杀了两名了。这边中路也是拉了出来，漂亮，3-0。那我们看到巴西队也是在现场的，巴西队今天这一场要是说拿下的话，他还有可能说能拿到小组第二吗？因为他们这一场是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场如果说是拿下的话，拿下德国的话，他们仍然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他们只获得十个积分，那是完全没有，那就是完全是一个荣誉之战，就是为自己捍卫一下了。那这边看一下，继续是。A 大那边又是再一次拉出来拼枪，但是这一次没有占到什么尝到什么甜头。看到再一次补一个，哎，这 A 连接是有看到有人过去。对，这边是我们看到德国摔死一个，德国似乎是想在这局中对 A 点发起一个进攻。那我们看到包围一个人摸 A 点，剩余的队员是在中路及 A 点、这个。这个是一个屁股，看到 A 连接正门，侧面有看到没有看到？啊，这个时候总算看到了。哎，一个还有，
两个压掉了。哎，但是 A 区后路的也是回防过来，漂亮，一个奥维四，刚好这个楼梯奥梯这边上去的人是被这个锦家后路的人是过来所牵扯到了。关键 A 门这边两个人啊，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才刚刚看到。枪是有点水了，其实第二个人，因为他刚刚进来是打了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人其实是有一定的时间可以把他补掉，但是说应该是枪还是有点稍微有点水的。对，四比零，刚刚这个奥维四的残局打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其实包匪他第一个人进入到 A 包点，但是他没有想到畅通无阻的进来，所以后面队员可能就一时间就放松警惕，还是进来收点没有仔细。 A 小道这一块是根本没有清点的，然后主要是刚刚那个刚好那个时间差，紧加后路那个人也过来了，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边就对应了。哎，这一枪是非常的精准，这个 AFC 这名选手巴西队的直接在中路拉了一下匪家的岔道，直接是两颗子弹是带走了。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小地图啊，其实看到又是一个远点的拼枪，看能不能还有。很难了，因为近距离的话也有一个道具的补充。前面巴西啊，他其实现在已经是打得非常放松，而且他是像一根橡皮筋一样有松有弛。他前面在 A 点前两局中是在 A 点的一个顶防，然后直接换到后面两局是在 B 点，然后这一局第五局中他选择一个常规防守，可以说让德国队是找不到一个进攻点。还是蛮就是敢中路拉出来跟你拼枪的。哎，又一次。因为前面一局二打四的残局拿下了，整个队员的心体上应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士气打出来了吗？敢拼了。对，我看一下三打一，刚刚也是陆续的是中路是不停的一个一个拉出来，一直在拼枪，占了一个优势。像这样的一个残局放下 C 四其实很难，还不如在放 C 四之前先去抓人。哎，两个有没有机会？应该说没有机会，还是没有第三个。这要是说三个拿下的话，我相信德国队这边要是稍微好一点。不过感觉从昨天开始几场有德国队的比赛直播下来，感觉德国队就是并没有打出一个在我心目中那种 CS 那种 FPS 就是战队的那种帽子啊那种气势啊。因为有一次就是还是看过德国帽子那种线下的那种气氛还是挺嗨的，看来还是多多少少在中路这一侧是有交火。再一次拿换上狙击枪 A 大顶了出来，看 A 大拐角这个哎没有漏，还是 B 点。对，还是在中路这边是有比较多的交火，因为中路这边的话远距离并没有机枪的架设的情况下。刚刚 AFC 又是中路拉出来秒了一个，然后被换掉了。我们看一下 B 点这个。那现在德国队就属于是完全进攻没有点了，不知道该怎么去打，只能够再次 A 大这边压出去了，这个是要交枪。一个打侧身了，两个。哎，这个是直接，其实还应该还是有子弹的。是的。提前收枪了，换沙鹰了。对，六比零啊！弹夹内的一个子弹的剩余量的预判还是不够。对，其实估计刚刚他最少还有七八发子弹，应该是够他打掉第三个人的。如果是稍微控制一下弹道，是的。看一下远点，哎，远点有看到有看到弹道飞过来。其实这个点就是下面这个压的这个点可以穿到的。对，我们看来就是。这边中路我们看到是，其实我们发现整个德国队他在打 B 点的时候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我们知道这张地图上面打 B 点应该说是比较轻松的。对。他们反正这是强攻中路以及 A 点大道这一段是不明智。还是挺喜欢说两三个一起拉中路或者拉 A 大出来跟你说顶前的人拼一火枪，但是前期把情况来看是拼枪里是的确拼不过巴西啊。是的。哎，这个是提前枪吗？直接是对往 B 开了两颗子弹。哎，这个是应该有看到是中路转 A 了，也是要告诉队友 A 点了。二打五，看一下有没有能力。但这个是有人 camp 的，今天有人躲着了。你看，这个这种点还是收的很不仔细的。近点相对有看到一个，一个不容易，这非常不容易，将近二十发子弹才直接在接过对方。两个，有没有第三个？斜坡这边是肯定有的。对，一颗烟很慢了，不容易，总算是拿到一分。拿下了第一分，德国队一比六上半场。其实整体来说，现在这场比赛来看，就是巴西队整体的个人的枪法还是非常的突出的。是的。特别尤为这个 AFC 选手特别喜欢中路第一时间刚刚就是拉出来秒一个人的。对，而且我们看他已经是将整个手感是打顺了。对。你看，继续是他控制了中路这一段。应该说他是专门是负责打中路连接的一个位置。这个是国内我们这个位置是清的是非常的就是仔细的，但是说国外学长这个 B 点这个办公室这个窗户还是收的很不仔细。是的。
看一下，这个 B 一是放空，然后是完全是由这个 B 点办公室前点的这个人所控制着。是的，而且他是能够打一个背身的一个情况。对，我看一下，基本上是每个点位都是被巴西队所控制着。那现在德国队由于开局劫持被对方打掉一个人，然后在这边是两个人，应该有看到过去一个 C 欧斯特手雷炸了一下，应该是没有炸到。发现应该是人很多，应该有三个，这边他也是选择一个后撤，开始进行一个拖延的道具。哎 ，B 点，不过 B 点那边你是放空的呀，哎，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是撤到包点这边。这边，哇，这边的玩了个身法，但是枪法是可能是稍微没跟上。这边迅速的 B 一两个选手是回防。打的二。但是 C 四这边还是没有跟上的 ，C 四稍微脱节，我感觉我要打个遭遇战了。我看两人的架枪，一换一，还有包点有一个拉回来。有没有注意到 C 四是被打掉？哎、要拼枪。好的。漂亮，七比一。啊，前面看到其实两个人在进行一个架枪的同时啊，在往前推进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枪还架得比较稳的，虽然说是一侧被打掉，但是另一侧还是马上补掉了。但是包点这个选手就是下来补枪的时候稍微补的有一点慢了。但是德国队这样一个战术，我是不有一点就是觉得遗憾的，就是他这个包匪断后是不明智的。对，一般刚应该是包匪是被刚刚在避包点的保卫者是打断了，然后这个是卡屁股的人后续过来捡了包。对的，我们看一下这个 A 大是直接 A 连接从一路顶了出来，这边是但是中路是交上火了，已经 B 点应该是已经被直接打掉了，有机会偷，有机会偷。这边岔道是有人的，我们看一下，就看这边啊，是吗？是把狙吗？不是狙，这是 M 四控制了一下，刚刚那个岔道那个潜伏者应该是打了远点的狙击枪，因为我看岔道这边他前面过来的时候，这名步枪选手并没有伤狙，对，反应。稍微还是没看，哎，看一下桥，对，这边是。好的，打二 ，C 三放，但这边。看一下，哎，经典，漂亮，应该有看到下面，哎，狙击枪，这下应该打掉。拼反应，一发子弹。应该是。他前面我看到是整个地上面他是跳了一下，应该有听到脚步。闪光扔的还是可以的，白掉了，应该白掉，下去打，不能拖了。再拖时间来不及。要预判出现失误了，二比七，这个是还是真的太犹豫了，是的，老早就应该就是顶下去了。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也是由巴西拿了七分，而德国也是拿了两分。那么应该说在下半场一个转换角色的转换之后，应该说巴西其实带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做保卫的。从特别是从整体上来看，巴西队还是挺在枪法上压制了德国队，我感觉就下半场应该是打得更凶猛一点。是的，其实如果说德国队在上半场的时候做潜伏性攻守，他能够更多的去打 B 点的话，说不定这个比分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比分了，他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与局数在整个 A 点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场，作为潜伏者一方的巴西队，看看他们的潜伏者是有什么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战术啊，或者怎么样。上来应该就直接是很第一时间是三个人抢了一下 B 门，地方前点，然后两个人去 B 一吗？三号包一下 B 点吗？对，这个这边是 B 一消上火 了，看他们带走这个，漂亮。换一，桥上这边是控一下，这边连接漏人了，这边是要突一下，哎，这个闪光，组合闪，哎呦，有点小意思，哎。原来人家也会，我只能这么讲，一个第二个要带走，必须要带走，补枪补掉，补掉补掉，包点应该有人吗？包点还没有回防过来，是往锦家要扔，这个欧斯没有扔好，对，而且没有进行一个烟雾的封锁，这个时候总算是封了，这个，但是一颗闪直接是闪掉，这个是闪掉了，闪白了，没有跳上去，以为啊，好的，第二个有吗？看到了，看到了，但 C 四是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要聪明一点，时间还有一分半。玩一下，看看玩心跳，看他玩的溜不溜。哎，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对，其实这个时候我完全跟他没必要跟他拼了呀，我其实可以追一点的，对不对？我感觉这个不应该是刚刚他那一枪远点的一个爆了，应该枪法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没必要说一定要拉近身去跟他拼近身战。是的，应该是还往后拉一点，拼一下远点的一个拼枪。近身战你自己因为他刚刚在 B 区那个箱子那一段就是完全是可以被穿到的，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巴西其实在当潜伏进攻的时候在第一局当中他就打了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二三包 B， 对，特别是 B1 这一块是把这边保卫者德国队这边是能如果顺利的清掉，对于他 B 点成功就上 B 点还是比较就是说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对，关键的时候是他整个进攻意图已经是告诉对方之后，但是他后面的整个连接的时候啊，就是衔接的时候他并没有衔接好，这个是第一时间在 B 点办公室这边把 B 点压前的这个人探点的人是说卡掉，
他第二个应该是死亡视角镜头看到多少人了，再拖下去没有意义了。对 ，B 这边是稍微有点慢 ，B 应该要快一点。对对对对，稍微快一点，再慢这边保卫者肯定回防都过来了。这边我们看到包点直接打掉，好的，又是 FC。小雷达上看包点还是有人藏着的，那这边就看清点清的仔不仔细。一个，哎呀，还是一换一换人把它换掉。这边其实就好用道具把这个整个连接封掉了。刚刚还是稍微有点慢，稍微再快一点的话效果会更好。这边是紧加后路是回防过来了。二打三，这个时候不要太多的探头。漂亮，原点拼将拉出来了，人数优势就别怕。近身位，但是烟雾这个应该看不到。两个人站一条直线啊，好险啊！三名选手同时拉出来了，直接是不跟你打缩，一比一。继续看一下开局。哇，这一波的话直接是选择了五人抱团。A 打 rush 吗 ？A 打有可能 rush。应该是，应该是。第三个。应该是，应该是。但这边德国队是并没有做到第一时间侦查。主要是看小道口。看一下有没有组合闪光的出现。没有没有，这是慢，是第一时间是抢到 A 打近点，然后那边是有一个在控 A 连接，这是要慢上吗？直接不上不掉。哎呀，手里的东西呢？好的，他们选择强打。哎呀，没有道具配合，直接强打。不是我说，就是保卫者这边是回防过来，在二楼的有一个应该是拿提枪给你拼枪，第二个应该是往正门拱门那边打闪、啊。可能他们的整个离对张地图的这个理解就是，在你没有看到我的情况下，我先不丢道具，我就给你拼枪。如果说你看到我了，我再进行一个波道具的一个运用。这种这么便宜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对的。我看一下这边，这边已经锁定了屁股是有一个人的。哎呀，直接死秒了。漂亮，二比一，二比一，赛连。拱门进来你怎么能这么进来，对，侧着身你就进来了，想太好，确实想得太好，真的是想了，这真的是把巴西队想得太简单了。我看一下二比一，巴西队也是拿到了本张比赛本张地图的一个赛点。应该说其实巴西队在整个战术的选择上还是不错的，配合他们自己枪法的，就是相对于德国队而言，就是枪法我比你厉害一点，蠢一点，那我就是稍微打得强悍一点。又是一个 A 点的，哎呀，这边是直接是二三包 A， 但是这边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在正门跟小道你拉出来的时候，你要让潜伏的，首先你得先白掉，你不白了你怎么打？打的二。巴西队还是通过自己的枪法强行是进了线，哎，这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不要随便切枪啊。这切枪这也是这个坏习惯，没想到不单我们国内，特别是在交火点的时候，你打掉一个，你手里你枪里还有什么七八颗子弹，你千万别切，对，你时不时就会出来一个人。看一下第一时间，又是刚刚是第二次是 B 点是 A 大是顶了过去，然后是效果并不好，这一把还是选择一个慢卡。对，其实在有巨大优势的时候就应该相对巩固一下自己的优势，不要太过于急躁。对，其实异域小城这张图就也是我们中国内的一个 CPO 的比赛图，我们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刻的。目前国内是打得比较多的一张地图。你不是也有个异域小镇的闪光弹教学吗？我学了，还学了好几个闪光弹的，真的，真心的。真的假的？真的，一个紧加后路就是 A 点回防的高空闪啊，还有就是 B 点，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左手的岔道那边的，真的学到了。看来你也是有细心研究的，好吧？我以前就是研究闪光弹。对。所以说国内对于我这些就是这异域小城这张图，就是我们国内还是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吧？哎，这个上面这是什么情况？直接就是一波穿了不管了。你可不可以往下面来点东西呢？你要是说枪法变了型，第一时间你往后缩换子弹的时候，应该是往上面来点雷，来点闪光。C4这边被没人捡 C4，直接反清、哎。好的，小子清掉。拱门一 v 二，这边是双卡了，哎，一 v 一是有机会的。对，我们看德国队直接打掉了。这边 King 这位选手能不能，对吧？再多打个两回合，哎呀，哎呀，没有机会，那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巴西队，巴西队虽然说是拿下了德国队，但是他们小组依然是保持着第三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撼动不了越南队小组第二的一个地位的。是的，关键还是觉得巴西队啊还是非常可惜，因为在昨天如果说他们能够拿下日本队的话，现在这个积分就十三分，暂居第二。从整个一开始昨天的一个整个赛程来看，就是从大局观我们还是蛮看好巴西队说能拿下日本队，然后前举三分，然后是今天然后再拿下德国队，应该是巴西队应该获得一个小组第二的情况的。对，而且如果因为现在的话，如果巴西队是昨天拿下日本的话，当然是后话。那现在他们是十三分，
那后面一场日本后面越南后面一场是要对阵于 IG 的话，这一场就基本上是成为一场悬念之战了，第二名争夺战，但现在的话已经是没有悬念之战了。对，是怎么打的反正都已经稳定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在稍后的13点，我和白桑娜将会在我们的 A 馆的主舞台呢给大家带来中国的 IG 对战于日本的一场小组赛。那我们稍后也是所有大家所期待的一场比赛。是的，那稍后我们休息一下，也是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